分一方减掉 y 加三的平方除以二方等于一。同学，它是一个什么形的图？左右形的图，是什么都有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还不要 read。左右形的图，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设条件都出现？请自己做了。那第三题，同学，任一点到两件新鲜的乘积，记不记得 a 方加 b 方分之 a 方 b 方，你们自己代表，可以吗？好、哦，哇，这两个就是圆形，圆形做的，对不对？代表它这个就是可以变动，是你要不要二点距离自己，然后。所以根号系数平方点代入要等于几？三十，那就可以算了。点子二点带进去，这就可以了。但跟我觉得他们吃肉粽。昨天有一个，最近有几个振奋人心的新闻，一个悲伤的新闻。因为振奋人心的新闻，就是我一个很喜欢的那个女演员叫苍井优，很漂亮。苍井优不是苍井优，苍井优好不好？苍井优，她是演那个《花与爱丽丝》的，她很漂亮。啊，跟这个三口两太结婚，三口两太是苍井翔太。三口两太是那个。是那个全日本连续三年票选最丑的谐星，对，可是那个男生其实你知道，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女生喜欢的长相是有各种，只有男生才会被这些所困惑住，然后相处久了还有个性其实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觉得突然对于人生燃起希望，真的，对啊。可是林志玲已经结婚了。对啊，林志玲之前一直跟我说要结婚，我就不答应，没想到他就跟别人跑了。没关系，他说你现在他只给你另外一个蔡依林。啊？蔡依林不要。蔡依林的压力太大，对于生活的压力太大。不过那个人是那个苍井优他的那个。人心上真无聊。嗯，好像。这一次好像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说之后好像会生小孩，所以我猜已经有。林志玲先上车后母。真的吗？就那个男的是先上车后母。你不是你，他们已经确认了。已经怀孕了，对。然后才去登记。对。来，那这个事实上这样 OK 吗？哦，这个顶点自己算，好不好？画图自己算，哦，焦点。
那这个我们就继续了，下面的题目自己做。白同学，双曲线的伸缩，看这个伸缩跟以前一样，怎么一样？对于把惯轴跟共轭轴伸缩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原本的图形的话 ，x 平方除以二方，那题为十六个分之，减掉 y 平方除以三方等于一嘛，伸缩两倍会变成几？原本是四跟几？四跟三嘛，变成二跟三变成四跟几？六。四跟六，所以变成 x 平方除以四方减掉 y 平方除以六方等于几？等于一。同学，那请问你伸缩以后渐近线会不会变？不会。不变哦。为什么不变？这个之前有画过，比例是不是还维持住？可以哦。那第二题的话就在写 x 平方除以四方减掉 y 平方除以六方等于零，整理一下，四分之 x 加上六分之 y 乘上四分之 x 减掉六分之 y 等于零，所以有一条叫做四分之 x 加上六分之 y 等于零，还有四分之 x 减掉六分之 y 等于零，这两个都是一起没有。今天把主题二教完就差不多了，会不会太少？太多了。主题二，也可以教完。主题二教完，然后全部都快教完。Too much。来立八，立八是说什么？渐近线通过共同渐近线，然后通过以椭圆的交点为顶点。然后以长轴的顶点为两个交点，其实画图出来都一样，可以吗？哦，代表的是说，这是我们的椭圆，可以吗？椭圆是不是可以把两个交点求出来？这时候呢，其实这个新的图来说，这两个交点是新的顶点，去画图，顶点变成交点，中心还是怎么样？一样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哦，这是举例，同学，这个图实际上错了，为什么？你如果要以椭圆的顶点交点去出发的话，那你是不是要有那个，要有那个叫什么东西？应该要有这个左右型还是上下型的分别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椭圆是左右型还是上下型？左右，这个是上下型的椭圆，所以我们应该要重新画过来。它是上下型，就 A 等于5，对椭圆来说的话 ，A 等于5 ，B 等于4 ，C 等于3，可以吗？中心一样是这个一负一，哦，所以我们的双曲线是什么 ？x 减一的平方负。加 y 加一的平方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时候我们用的这里是变成三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里是五，所以 a prime 等于 c 等于三，这个 c prime。
等于五。那这时候 B 一半就等于几？四。所以最后数可以得到结果 ，x 减一的平方负的四方，加上 y 加一的平方除以三方等于一，这是我们的新事实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负号我必须要写的清楚一点，所以这个稍微调整一下。可以吗？哦，好。OK 啊，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题了，是一个共焦点的问题。共焦点，对这个共焦点的式子来说，我们知道同形、同心，也有相同的 c 方。这时候 c 方等于什么 ？a 方加什么 ？b 方。可以吗？有这三个条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椭圆，这个 c 方先算等于十六加七点几，二十三。零减七。好问题，为什么不是用减？因为它是双曲线 ，c 方等于 a 方加 b 方。哦，椭圆哦，对不起，看错了，同 C 就好了哈。刚看到铁的很可爱，突然心痛。傻傻A 方减 B 方，算出来是几？算出来是九嘛，可以吗？哦，这个其实我没有。我知道。对吧？那你要注意哈，这个时候 C 方有两种角度，一个是椭圆，椭圆的话是 C 方等于 A 方减 B 方，那双曲线呢 ？C 方等于 A 方加 B 方，不用快来看，可以吗 ？OK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时候 C 等于三，这两个是共焦点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时候对于这个双曲线，我们就定 x 减三的平方，所以 a prime 平方加上 y 加五平方除以 b prime 平方等于一，可以吗？这时候对于双曲线来说 ，c 方等于九。A 判的平方等于几？惯轴常是四，二 A 判等于四 ，A 判等于二 ，A 判平方等于四。那这时候 B 判的平方就等于几？带进去是不是有答案？可以吗？什么 ？C 方等于九。因为我们知道它共焦点，所以 C 是不是一样？椭圆跟双曲线的焦点是不是一样？所以焦距是会相同，哦，那一样的 C， 只是说在共用的时候，椭圆跟双曲线它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去算 C 的过程是不一样的。OK 吗？忘记怎么算对不对 ？OK， 可以解释，是吧？
这样 OK 哦，就算了吗？那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类型？因为这个共交点的问题还蛮常见的，所以再跟你们讨论一下。所以得到的结果会是多少 ？a 减三的平方除以四，加上，对不起哈、哦，应该双曲线这里正负有点问题，这应该改成减了，减掉这个 y 加五的平方除以五等于几？同学要改成减哦，因为是双曲线、哦、而且是同形的，同形的左右形。哦，刚刚比过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再来，同学来第九题，第九题。如果是一个椭圆，代表这两个都是正数，可以吗？所以第一题 ，t 减一要大于 t 减四是要大于。去算就变成 t 大于4、哦、那第二题呢？双曲线的话代表怎么样？一正或一负，所以是说代表 t 减一乘上 t 减四要怎么样？小于去减一，可以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两条线。稍微帮你讲一下东西，这个话，这个是不同的点，带来无限点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正负，正负。那我请问你，你对角这条斜率是正还是负？先把两条方程式写出来，拖到绝对值加正负，移到这个位置，这个方程式。好，继续咯。那第二题他说这个样子，他10减 K 跟5减 K 为双曲线，要去问他的交点坐标是多少。那第一件事情是这个范围，我们的10减 K 乘上5减 K 要怎么样消离，所以算出来 K 介于几到几之间？10到5之间。那你带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比10小比五怎么样大，所以这时候带进去 x 平方，这里下面是正，加 y 方下面是什么负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。可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把负号提出来才可以看出来双曲线的 ab？ 所以这时候变成x 平方除以10减 k 减掉 y 加1的平方再除以 k 减5等于1，那这里是 a 方，这里是什么 b 方，那我们就知道 c 方等于什么10减 k 加 k 减5约掉等于 5，c 等于根号5，那它是怎么形的同学？
正负哦，它是什么型？左右型。那你有 C 的，是不是可以算我们的图形是怎么样？这图形你不能去算它的顶点，因为 AB 不是确实的，但是 C 是不是根号？所以这个焦点其实是固定哦，就是零负一，只是这个 X 的方向可以左右加减根号，可以吗？这边零加减根号五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第一个步骤先求这条两条，第二有斜率的抗辩证，那是最好的方案。对，求这条多好的抗辩证，应该差不多就行了。什么？你看啊、我在这里有一个式子啊，带进去以后判断这里是正的，这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所以把负号提出来，这就是左右型。哦，好问题哦，这样 OK 吗？妹妹，可以吗？所以你当你把它写成标准式的时候，正负跟负正就可以用来判断左右型的上下差距。好，好，想吃肉粽，我想吃粽子。今天你会想吃粽子？还好。买点要吃粽子，端午节。很多就有，就是我刚刚看到我是马克，他说这个端午节是一个最好的节日 ，the best holiday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第一个有连假，我让你们不要觉得没有连假，你们是礼拜天可以休息，我们就讲想说你们连假被延长。第二个是不用被放散，然后又有一些活动可以去参加，可以去踏青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啊？不用被放散。就是端午节不是情人节，都休息过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又不是情人节，又不用花太多的钱，买个粽子又不会很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要应急也不会很贵，然后又有活动可以参加，对，又不用担心像别人这样被整，所以端午节是 best holiday， 最棒的节日。中秋节要烤肉啊，烤肉有的时候会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嗯？可是端午节不一定要烤肉啊，端午节你要烤肉可不可以烤？也可以烤。所以端午节是最好耍废的节日，对不对？你也不需要烤肉，你也可以烤肉，你只要吃个粽子就应景了，不用吃柚子过半天或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又还好，你说粽子可以当正餐吃，所以不会像月饼一样会越吃越胖。你看，完美的节日，可惜这个没有端午连假。我一直觉得这个台湾应该像那个日本一样，像黄金周的那种，对啊，就日本是三学期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日本三学期制，可是日本三日很少。嗯？日本三日，日本没有年假。日本假日很少啊。可是日本说，可是他们的年假很少。元宵节跟黄金周。中秋节、啊。好像有三个，然后就没有长假。可是他们还有元旦、啊。过年。元旦过年。我觉得台湾其实它，台湾我觉得它的制度上跟日本比较像，文化跟那个中国比较像，但是性格跟美国比较像。啊？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国家，我真的觉得。不过我觉得如果要以教育制度来说，我觉得应该跟日本一样，就是日本他们好像很早放学，对不对？啊，超早。几点？两点就放。两三点。两三点就放学了，所以你要读书要耍废，美国也是、啊，都很有时间。德国也是十二点就放。我觉得真的太久了，我觉得上课真的太久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不需要周休二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周休二日真的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在说什么吗？周休一日就好了，只是这个每一天提早放学，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再爽？我觉得这样比较棒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以后我当教育部长就这样做，好不好？看是哪个以后？看你要当总统还是当教育部长，我都
我都觉得我非常适合。嗯，我快了，哎，到了。你把这里写了，这里还没写，再看看哪个月最好。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比较好。来，同意。好有事。来，那我们继续喽。类题，类题要自己做你啊、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两条线有共同的渐进线，有共同的渐进线，同学。x 平方除以25减掉 y 平方除以16等于1，有共同的渐进线就把常数改成什么就好了， k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时候过58再带58进去可以吗？来自己算了。好，类题二，这题不用讲，我们这一这一小写一下这题就好。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教育制度如果改成跟日本一样，就会比较舒适，你知道吗？就108的课纲，这是最新的课纲，也是蛮适合就是日本教育制度，就是自由选修，要增加时间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取消周休二日是很重要的。说真的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周休二日是一个很不好的、很不好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非常不好的制度。你觉得周休二日好吗？说真的，你学习如果就有两天的中断到三天的中断，其实是很不好的。所以周休二日是造成我们国力下降，尤其是学生学历下降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中断会有很多作业。可是你看，如果是我学习最密集的时刻，周休二日是你学习最密集的时刻，从早写到晚。作业超多，好吧，但我没有讲。可是我觉得像作业这种，应该是可以分摊到每天最好，对吧？而且，老实说，我不觉得提早分科是好事。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自然科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弱化，你知道吗？数学这自然跟社会都要弱化到大家都可以学得很快乐的程度，然后在高二再进入分科的状态。真的，我觉得有这个历史跟地理应该可以学得很快乐。为什么学得像现在很痛苦，是很难过？来，同学哦，这个类题二的第一题，中心坐标怎么算？两条双曲线的渐进线一定会过中心，所以把它联立，5x 减 4y 等于0， 5x 加 4y 等于0，数列算出来，中心是0零，可以吗？那双曲线的方程式怎么算？我们这两条线相乘等于一个 k 值，是不是我们的双曲线？ 5x 减 4y 是怎么样？ 5x 加 4y 再带20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你要注意这个题目有一个特别，如果你要用这种性质要去求 k 的，你一定要有图形上通过的点可以带进去才行，可以哦。欸，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这样上课的方式还不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坐着，然后可以一边讲嘛，一边给你们看黑板，对不对？只差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小指标可以指在那个什么地方什么地方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对对对，这是可以自己画的，是。好，继续喽。范例11题哦，告诉我们的两个焦点是一个左右的图形，可以吗？还
还告诉我们渐进线的斜率是什么？其中一条渐进线斜率是3/4。也就是方格是3/4，对不对？三 K 跟四 K， 这样 OK 吗？ OK 吗？那我们知道 C 等于几？十。A 等于三 K。B 等于四 K。那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，算出来 K 等于2。同学是左右型还是上下型？左右型。左右型我们知道是这个6的平方 ，A 方减掉这个4的平方和8的平方 ，Y 方等于，可以吗？这样就好了。那是哪条？OK， 那我们今天上这边，好，再把基础给学习。如果你有空，就下来基础给学习。好，这样 OK 了。还没。他下课，我们下课。我们在讲，我们也快下课了、啊。我不是说讲完主题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完主题了就下课？我们讲完了。还没啊，还有下面那个类题啊。哪一个？类题一吗？